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卫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当一个死神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就直接开始看一下这款游戏究竟是什么样的游戏吧。来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什么干掉这个人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点个剪刀，这关是教学关，然后这个茶水壶漏水了，然后他就电死了。没错，我的目标呢就是要杀掉人，让死神来带走他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款游戏啊，看起来还不错吧？这款游戏。来，那现在是干嘛呢？他在咻咻咻咻。然后我要怎么做呢？这里有肥皂，我要让它摔倒，对不对？哇啊！不是这样子啊！哦，毛巾是要干嘛？哦，毛巾哦，他还给我浇水，毛巾要先挂在这里。然后呢，他就爬上去，哦，他就死掉啊！这个肥皂是干嘛的？他什么鬼？这肥皂是干嘛的？哦，我们又在杀人，好不好？飞过来，他在这边弹跳跳。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干嘛呢？我们要杀掉他这只狗狗，放在这里吗？哦，它飞出去啊！飞出去没有用，是不是？挂在这里，还是拿这个铲子？打到哦！Oh my god！哦，Oh my，这不行啊，这好痛哦！我觉得这部片一定会黄标，怎么会这样？太扯了吧！来，我们接着下一关啊，第四关，他在这边调咖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给他肥宅快乐水啊！不不不！哦，我现在只想我就喂他喝而已，是吗？不行，这里遥控器，遥控器，哦，他吓到，他自己被电视吓到，我也跟着吓到，他噎死了，是不是？这游戏是不是有点恐怖哦？我直接被他叫声吓到哎。然后现在这个人是怎样？他在这边，然后宝藏，我们要拿这个敲碎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看，哎，不是吗？哦，用火，用火，用火，然后他融化，僵尸就把它吃掉了。哎，这超血腥的这游戏。那这一关呢？这里有一头牛，然后这里有红色的油漆桶倒在他身上，然后他就冲过去撞爆他。哦，这个，他死掉了。好，Yeah，我们死神就把他勾走了，哇，勾魂死神，Nice。哦，我现在是可以解锁一个南瓜头，是不是？不要，我原本那个骷髅脸就帅啊，干嘛？那我们继续啊。他开车车，哇！他开车车，然后呢？我们是要弄爆他的轮子，是不是？箱子放前面。哦，我靠！这穿过去是怎样？这个游戏怎么可以这么血腥啊？来，然后他在，我们要拿着咬他屁屁。嗷嗷！然后他流血了，然后就有鲨鱼过来把他吃掉。我觉得这款游戏一定会被黄标哎！来，下一个，他在射箭是不是？射到蜂窝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哦，拿这个拍这个哦，不是把这个石头放在箭上啊，放在上面吧？哦，很重啊！然后他就被蜜蜂叮死了啊！这虎头蜂好痛，然后他就死掉了。来，下一关。哎，是说我们还可以升级死神的家是不是？我们有钱，我们可以升级。我换地板，然后买这个是红色地毯。现在是两个都可以买，是不是？然后窗帘买一下，然后其他就不能买了，是不是？哇，他家具太多了吧。然后现在是怎样？他很冷，所以说我们要拿斧头给他砍。然后呢？冰锥掉下来打到头。不知道为什么他拿斧头敲门会整个房子在动啊。然后接着呢，是一个火车，他在这边拿着铲子，我们要这个是堵住这里啊，然后就会爆炸。他这个音效是怎样？哦，他直接中那个什么那个烧煤烧炭中毒是不是？OK，下一个，他在打拳哦，这里，哦，我们要给他打针。然后它就会变壮，然后自己就会爆炸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不是爆炸，是弹回来打到自己。我的天哪！来下一个，他在这边吹吹，我们哦，这里有个赛车，是不是？他在这种下面，所以说我们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子移上来，然后这个他直接撞坏他，然后压死自己了，是不是？OK。来下一个哦，他们在亲亲，
轻轻的话，应该要把烤鸡给它吃，然后它就会拉倒，对不对？这个拉起来，爆炸！哦，直接穿在一起啊！我天呐、啊！哇，它这样一次勾两个魂呢、欸，好爽啊、哦、！Double kill！然后我们现在钱还蛮多的，我觉得可以继续升级东西的、哦。我看一下，我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买窗格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继续。那他现在是在丢手榴弹，是不是？我们给他喝酒，然后他喝醉之后就会乱丢，对不对？好像不会，要、啊、不然是给狗狗吃哦。哦，然后要爆炸，对不对？啊，跑过去捡回来，哈哈，蹦，yes。你看他现在呢，他在喝酒酒，我们要给他换成白开水，是不是？哦，给他辣椒酱。再喝一次，酒，然后喝就辣死哦。他很生气，开枪哦，反弹打到自己啊，两个都一起死，double kill，哈哈，到底。来，接着下一关啊，这个是登陆月球的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脱离地球，死神就管不到你吗？不可能。哦哦，这个土，他就把土挖进这个桶子里而已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把旗子插在这里。然后呢？我就外星来抢地盘，然后把他的氧气罩打爆，然后他就死掉了，换旗子了，占领。来，然后现在是有一个小火车，这个小火车它在转圈圈，我来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，是不是？还是火车要放在别的地方？我发现上面他拿不到，他把整个柜子拉倒就死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！他死翘翘了，勾魂，然后现在是怎样？有一个龙龙，然后我们要给他照镜子。哦，他爱上了哦，这样就他拿到宝石了，太扯了吧！给他别的东西，咔咔咔，完了，被吃掉，哈哈，太好笑了。来下一关啊，现在是他在换灯泡，我们要把楼梯弄倒吗？哦，把灯关掉。哦，啊！摔倒了！天哪！哎呦，他在看什么东西？你看什么？他现在有很多毒药，他现在在喝可乐，是不是喝得很爽？然后走过去又说：“呼呼。”他这边其实有一些字，我们就随便倒好了，把可乐变黄色的。然后到时候喝黄色的可乐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嗯，哦哦，要这一个颜色的才可以，因为它这个比较像可乐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倒进去，这个就毒药嘛，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喝掉。科学家会喝可乐吗？啊，死掉。然后现在这个人是在打乒乓球，打得非常开心呢、啊。我们给他换成这个吗？换成篮球。啊，上面要断了，要断了，啊，死掉。这样我们又领很多钱，我们可以买家具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死神的家具游戏吧？杀人，然后赚到的钱拿来买家具，到底在干嘛？不能做一点比较像死神的事情吗？更新你的武器什么的啊？这边买家具是怎样？买个灯好了，我们有上面就有个灯了。下一块，他现在想要在车后车卡车后座喝可乐，我们要把可乐抢过来是吗？我的。哎，不要喝，干嘛？可乐放在这里，然后他就站起来，然后就啊，Oh my，哇，他拦腰折断了，超痛。来下一个，他在洗窗户是不是？打扫窗户的，我们给他喷喷。他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他很害怕是不是？我们点他会怕，然后挂个水桶，他就啊，上面有东西掉下来了。哇，为什么上面会挂这个船锚啊？什么鬼东西？海盗船长，我们给他放大镜是不是？然后自己着就着火，什么鬼东西？哦，着火没事，那给他香蕉呢？给他香蕉好像也没事啊。哎，观众，我换不知道这关是干嘛的，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管放什么都没有用啊，我感觉也是我也只能放在他的手上啊，没有其他用途欸。这一关应该是我目前唯一一关不知道怎么过的，有点夸张哎。
我目前在这边就卡关了，想不到玩这种游戏还会卡关。不行，我们可能要看广告了，好不好？那个看一下寻求解答。我稍微看了一些广告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我把它放着之后，然后呢？好像没什么用啊。哦，放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原来是可以放在太阳上，然后整烧它就会烧掉。哇，天哪！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放哎、欸。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啊？放大镜浮在空中，谁会知道？下一关，这里怎样？东非大裂谷是不是？哇，它掉下去了。然后呢？我们要拿盾盖住它。好像没用，给它小石头，也不是，给它乌云密布，然后它就会溺死了，对不对？它不会游泳是不是？好的，不错，下一关。然后这个是要在干嘛？雪人，这里有个闪电呢，工具箱吗？还是他这边哦，这个云可以动，然后呢，雪就融化，然后这边就导电电到他，原来是这样，咻，勾了魂，来来来，下一关，这里有个人在哭哭，我们要斧头继续砍这个吗？给他砍，啊，不是啊，把他移过来咬这个吗？你应该要把树咬断啊，不然是干嘛的？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动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一些关卡都完全不知道？哦，他让他站在这里，然后他就把他踩断，然后他就死掉了。啊，好痛！到底为什么会在树的旁边睡觉了？正常人不会吧？而且你树都砍一半了、欸。来来来，下一关，他在这边吃蛋糕，我们要用灭火器喷他，对不对？这、欸、上面有个灯泡，这有个气球，气球是挂刀子。然后这个啊破掉插到头，天哪，好痛啊！那总之就是先这样子好了。我觉得我们这款游戏其实还不错啦。就如果各位这样有兴趣的话，这款游戏应该算是还蛮有一点意思的啦。我自己个人觉得是这样子。那总之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么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